我是真没想到，我们在这个丛林里面靠北，我都还没有说完。我刚刚想说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我的妈的！哟吼！欢迎各位回来，《小丁丁冒险记》。哎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你打一头龙，你就打一头龙，你打我张曼玲那里啊！喂，我被你打下去了，靠北！其实是这样子的啊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只是带我们的龟头霸王过来挖金属而已。但是你们看一下下面，首先呢，这里有一只精英迅猛龙，那旁边这里呢，有只36级的霸王龙啊。那他奶奶的，这个区域不是应该很安全的吗？怎么会出现这两只东西的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带你们偷偷走下去啊。毕竟我们的龟头霸王也是很高级的嘛，怎么可以给他们欺负呢？你说是不是？看一下那个傻逼，有种来打我啊！哪个扑街说我是傻逼啊？开玩笑而已，开玩笑而已，不要看过来，不要看过来。等一下，一来就玩围攻是吧？妖秀，妖秀你，连北的龟头那么硬，你也敢来打我？你妈的，现在知道死了吧？两个傻逼啊！我现在有点无语了，兄弟们，我一开始以为这里啊很多金石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才发现，他妈的，只有这些小堆堆是金石哦！哎呀，西巴！来来，先不要说那么多，开挖金石啊，兄弟们！哎，我们这里差不多700块金属啊，应该足够了，先回家吧啊！你看一下，这里都被我挖清光了，哈哈哈！现在又到了最惨的时候，兄弟们，我们要带他回家。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个臭霸王龙还在那边呢、啊、？OK OK， 他去攻击雷龙了。哎，傻逼，去打两个大只佬哦，找死了他！那我们可以安心的走过去了，只要不给这只雷龙打到啊，应该是安全的我们啊。说不定等一下我们还可以收那个霸王龙的肉啊！你们看一下那个傻逼。要死了他！加油，雷龙！啊，加油，啊，雷龙！快点打死他！打他吧！呜呼！他死掉了，他死掉了！我们可以去收割了。哎呀，有时候这些东西就这么容易来的嘛？你们看一下，无端端给收一些兽皮哦。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尸体啊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啊！哎，原来住在这些区域都蛮爽的哇，兽皮都不用自己打了吧？兄弟们，我这一集的目标啦，就是要抓泰克迅猛龙啊！因为上次遇到那个泰克迅猛龙实在是太帅了哦。但是能不能再遇到他们，也是要随缘的啊！我们现在先回家，把铁匠台那些东西先搞出来，然后我们顺便上去那个雪山那个城堡看一下，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听说在失落之岛这个地图里面啊，蛮多特别的遗迹的，然后有些遗迹还有特别的机关，那我们以后可以慢慢去探索看一下啊。哇靠，这样子看过去，感觉路还很遥远嘞！你可以走快一点吗，臭龟头！OK， 先等我一下啊，我先上去看一下这个绿色补给箱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如果这里面有阿根廷巨鹰的安娜，我直接原地吃屎给你们看啊！哈哈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兄弟！我以为我要吃屎，还好它是一个啮齿兽的背包哦。他妈的，刚看下去人家安娜，你们知道吧？来来来，拿几个纤维跟石头，我们先弄几个熔炉出来。纤维、石头 ，OK， 目前能搞三个经验炉，先把它搞出来吧。放一点地基。OK OK OK OK， 搞一点萤火粉就可以了。能直接爬上来吗？哎，可以哦，这样子不是很方便的哦。原来不用起家才是最牛逼的做法、啊、各位根本不需要起什么鬼家了，真的是啊，直接这样子搬不是好好的吧。每个炉我们都平均放一点金属进去啊。 OK， 然后拿上我们的萤火粉。有没有一个觉得我像在教那个煮菜一样啊？他妈的，来来来，起锅烧油，姜葱蒜辣椒油往里搞啊。这边我们再加点82年的番茄酱。哇、哦，等一下，美味的晚餐就出来了，兄弟们！我掐指一算啊，煮这道菜估计要啊30多个小时吧，啊，有可能我那时候已经饿死了。呜呼，时间那么快，过了30几个小时了啊！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美食，理论上是已经煮好了啊，没有煮好，他妈的，我把你拆掉，真的是啊。OK， 他听到我的威胁以后，他已经把这些美食给煮好了。OK。
哎，这里110多，加起来225了。这里还有112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我们制造一个铁匠台，放在这一边吧。OK， 我们的十字弩终于出来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弄了一整晚哦，真的是，我们终于有十字弩了。啊，虽然我们的铁匠台里面呢、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弄，我也知道，但是呢，我现在目前先没有资源弄其他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步枪，你们看一下，它需要的金属锭有多么的多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然后每一发子弹你要消耗两个金属锭啊，还有要火药那些东西，所以目前我觉得啦，暂时没有必要弄。等到我们有阿根廷军营以后，我们带着甲龙去挖多点金属锭的时候再考虑它，好不好 ？Alright， 我们出发，兄弟们，去看一下附近有什么甲壳类动物可以打一下啊。听你们说，打完针对那个甲壳类的生物攻击有15倍的伤害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先来试一下，来打打打完针，打打，你在干嘛？不要越飞越高啊！什么灵啊你？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靠北！臭蚂蚁跟我玩啊，臭蚂蚁啊，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快啊，各位。哇，布隆森林里面会藏着什么生物嘞？我现在很紧张哎，我总感觉在这种森林里面啊，一定会有一两只那个剑齿虎的。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又是你呀、你呀、妈的，每一次都是你的，我不要你啊，迅猛龙，你滚啊你！哇、这里地上还死了一只泰克迅猛龙哎，我们把它身上的东西给收走吧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我们在这个丛林里面啊，靠北，我都还没有说完。我刚刚想说，我是真没有想到。讲话讲那么快，我都不懂我讲不讲得完这一句啊！等一下他要来偷袭我怎么办呢？哎，各位，原来我们之前这个区域跟我们后面那边是通路，你们看一下，那我们开车那边就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圈了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兄弟们，既然我们都来到这里了，就有请我们今天甲壳素幸运儿啊，是臭龟龙还是臭蚂蚁了？那你们来猜一下啊。非常抱歉，你们都猜错了，臭蜘蛛啊，兄弟们。Let's get ready, bro！ 我今天就要去蜘蛛洞，把那些蜘蛛都给干死啊。呼呼，我们又回来这个地方了，然后刚好这里还有一个补给箱哎。OK， 那我们先把这个补给箱给拿掉啊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才发现这里也可以进蜘蛛洞哎，哎呦，神奇哦！我们先拿一下补给箱吧。我这次可没有说要跟你们赌啊，这次跟刚刚那次是两回事来的啊。哈哈哈哈，有金蛋哦，兄弟们。然后这里顺带了一个消音器的附件，哎，把它拿走啊，敬送啊。哎，我们现在先进去里面打一点甲壳素啊，兄弟们。我靠，这里够暗哦，兄弟们，你能看到我的人在哪里吗？哈哈，还好人被早有准备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就看一下今天有哪只蜘蛛敢出来。蜘蛛嘞！我靠，还真的是一只蜘蛛都没有哎 ！What the fuck！ 我不找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一只两只给人们出来啊！我要找你们的时候，偏偏你们就不出来，要搞毛啊！你们是搞毛是吗？你觉得这里下去会有一只吧？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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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还没有说完呢！哦呦！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是几级的？我看一下，看不到看不到，往后退一下，往后退一下，兄弟们，打完再出发，打他！哇，打人家打得超痛的 ！What the fuck！ 90级的蜘蛛哦，他几下就秒了，一下打他200多，兄弟们，刚刚有没有看到？一滴血都没有哭到我，基本，我靠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隐约能听到蜘蛛的声音了，这边下面有刷新了吗？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多少级的？我看一下，这只，我操，一只43，一只112，我现在下面应该有3只左右啊，打人再攻击一下给他们。他现在在攻击他们了，我靠我靠，杀了一只43级的，来来来，打人仔加油！哇，213一下，那蜘蛛完全攻击不到打人仔，有没有看到？呼呼呼呼，直接秒杀啊，兄弟们！我看一下他身上多少个甲壳素啊，差不多有5组的甲壳素啊。我们再看一下洞里面还有没有蜘蛛吧。哎，最好找一些高级一点的，真的是我们打人仔太牛逼了。
不过说真的啊，我在这个洞里面有点迷路的感觉。他们通来通去都不懂通去哪里了。哎，我听到声音了。OK， 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兄弟们，不懂多少级的，出发，打人仔，干他，干他，加油，打人仔！呜呼，96级了，完美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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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人仔，帮忙一下，被麻醉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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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很痛，这只很痛，哎呦！看一下我们打人仔刚刚收集了多少个甲壳素啊！这里差不多有八组啊，应该是够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们帮打人仔再加一点耐力哦，然后就出发了。哎，其他蜘蛛应该去旅行了，这里没有蜘蛛了。我有好多甲壳素，好开心。我聪明了，穿过这个森林呢，就可以到我家了啊！顺便看一下这里附近还有没有什么蚂蚁、什么东西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那里好像有一只泰克逊猛龙，红色的。这只，我92级的，可以，就这只了，兄弟们。逊猛龙是吗？逊猛龙在哪里啊？呼呼，我靠 ，miss 掉了。呼呼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旁边这只妖小妖，不要吵了，你知道吗？搞事情啊你是不是？哇，爆头啊！直接这只12级而已，傻逼哦！你看你，来来来来，这只快点，快快快快！哇，很帅哦，红色的，我这只，什么鬼什么鬼？你有这么怕我吗？喂，你别急啊，不要跑，正面面对了哈，在那边跑了啦，就射头吧。呼呼，搞定，兄弟们啊 ！OK OK， 我们放一些肉给他，然后再放一点黑色浆果。强迫他吃黑色浆果，兄弟们，趁现在还没晚上，我们赶紧去收集一点材料，弄一个泰克逊猛龙的鞍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还差20个木头和27个纤维啊。OK， 搞定。哇，我已经看到他起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呼呼，我好兴奋啊！我们第一只泰克逊猛龙来了，兄弟们，他整身是铜色的，也太帅了吧 ！OK， 给他搞上鞍。哇，你们看帅不帅？啊，可是帅是帅啊，我们现在负重啊，他没办法动啊，靠背啊，先下来啊，先下来啊，哎，过来啊，傻逼，亏我还弄了一个鞍给你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是泰克霸王龙吗 ？Oh my god！ 136级泰克霸王龙 ，What the？ 完蛋了吗？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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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我现在不懂怎么回家，你们看一下啊。这里悬崖那么高，我们也没办法下去啊！直接，我先带他过来这边。OK， 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。停停停停停！我觉得我们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先回去把东西给放一放，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。等一下把它骑走吧。哦。如果我们从前面这边兜一条路过来了，是可以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试一下吧。把身上东西都转移过来，装备也转移过来吧。这样子应该能载起我了吧？如果他载不起，你真的是回家养习了吧？我看一下啊，那泰克霸王龙好像不懂走去哪里了哦。这个很可怕呀，好像在玩恐怖游戏一样哦。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Alright， 你最好给我走得动啊，不然咚你嘎着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得动走得动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傻逼又去单挑雷龙了？竟然他单挑雷龙，我们就安全了啊，兄弟们！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明白了阿根廷巨鹰的重要性啊！没有他的话，我们根本没办法吊起其他恐龙啊。OK，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恐龙啊，快点下回去吧。小蛋子嘞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只牛龙怎么死掉了啊？OK， 我大概知道了。都说我的嘟嘟笨厉害，你们不相信啊？刚好在早上之前赶回来了，兄弟们，爽哦，开心到飞起来哦。由于这只是我方舟里面第一只的泰克逊猛龙啊，所以我就赐予它我最喜欢的名字，兄弟们，你的名字就叫做加尼马拉。你们以后只需要记得 Johnny Motherfuck 这个
个名字就好了，他就会名留青史啊，大便的那个屎啊。Alright， 兄弟们，我们带 Johnny Motherfuck 去逛街一下啊！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把阿根廷巨鹰给抓回家啊！毕竟我们都拿到他的安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是不能浪费了嘛！哎呀，run！ 哎呦，真是不能惹，真是不能惹！兄弟们，以我们 Johnny Motherfuck 的血量啊，一二只大型恐龙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惹他比较好啊！这边有只啃噬龙哎、欸！哦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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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奶奶的，我没打你，你还打我呢！哇，45级的啃噬龙打了这么久哦，搞成毛啊 ，Johnny Motherfucking！ 哎，小伙子，最近有什么心事吗？小伙子，你是不是被绿了啊？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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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完了，这边我就不绿。我感觉被绿了，还是不要惹他比较好啊。他现在很生气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小小只的，我不敢咬你啊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不敢咬你啊，对不起大哥，对不起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大哥。哎，前面这里有几只了？我先看一下多少级啊？110级，哇，这是可以，这是可以。旁边呢，77 ，OK， 这里蛮多高等级的哦。哎，我家附近这里也有多了几只哎。哦，118级的这只，转换目标，转换目标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不用我现在攻击他的话，会不会成群成队来攻击我哎？如果会的话，我们就比较难搞哦。防万一啊，我这次就不带打人再出去了。拿上我们的麻醉剑，穿上我们基本的装备应该就 OK 了。来来来 ，Baby King， 试一下能不能上去呢？飞起来！呜呼！等待一下，等待一下，搞你 ！Come on！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等一下，剑齿虎来了！等一下，跑！呼！我差点被剑齿虎打到。不要再飞过去啊！搞什么人呢、啊？哇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哎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了！哎，小伙子，那么快就敢跑我来呀、啊？回来呀、啊，喂，回来这边呐、啊！等一下，雷龙借一下你的身体啊！他应该没力气啊，可以。搞定，兄弟们，放一些生肉给他，一样的，放一些黑色浆果，吃果吧你。OK， 兄弟们，趁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先回家弄那套甲壳装备出来啊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上雪山了。打人贼，打人贼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打人贼！哎，借你一点甲壳素啊！把甲壳素给放进去。这里的话，还差一点兽皮就可以了。刚刚我们 Johnny Motherfuck 身上应该是有一点兽皮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有179个，可以，够了。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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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！飘！哎呦呦呦呦！吓死！真的是很靠北，我都不懂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整天都是这样子，好习惯了，他妈的嘛，真的是傻逼傻逼傻逼啊！我觉得我这边用棍子把他们给围起来啊，还是你们有更好的建议啊？留言告诉我，来来来来来。
我们先把兽皮给放进去，顺便把这个金属稿子给搞出来吧。然后就是我们整套甲壳装备。啊，不是吧，我的阿根廷巨鹰还在睡觉啊，搞什么领棍哦？这么久了吗？percent 我看一下，哦，才43.5% 哦，有够久了吧？顺便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给我好东西，给我好东西。OK， 非常好啊，有两个水袋，然后有个，干你拿，你是不可以多等我一下是吗？干我有仇是吗？耶，我们拿个领巾起来了，兄弟们。166级啊 ！Oh my god， 你真的是牛逼啊！他承重能力600哦，可是移动速度太慢了吧？只有100%哦。我想叫什么名字啊？哦 ，OK， 他说他以前很喜欢鸡鸡的哦，那我们就叫他做宝哥。OK， 我们给宝哥撞上了安，宝哥起飞了，宝哥。哇，这个名字无敌啊，兄弟们啊！这如果宝哥升级的话啊，我们就帮他点移动速度点高一点啦。现在是时候了，兄弟们，先上去那个雪山城堡看一下，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我现在好期待啊，不懂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呢？第一次去城堡呀，真是。我希望我们之后啊，可以找到更多这种遗迹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哇，这个区域如果能把那个恐龙给运上来哦。无敌吧，可以在这边住了吧，是不是？可是里面真的是什么鬼都没有了吧？不过那个地方就很空旷了，它是类似那种废置的城堡这样哦。来，宝哥上来一下啊！不过如果我们要把那些恐龙给运上来的话，What the fuck？ 林北真的是不想再讲话了，我真的是无语了。雷老某，他妈的！我现在看在上面那个城堡啊，我就生气啊！我真的气死我了！就地板。好了，各位兄弟朋友们，《小丁的冒险记》这一集就到这里了。这一集呢，我们也驯服到蛮多东西的，也算完成了我们这一集一开始的目标啊！如果你们下一集有什么想建议我的东西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喜欢小丁系列的话，别忘记帮我点个赞再走哦。最后，也希望你们点个关注，再打开你的小铃铛。你们小小的支持对于我来说绝对是最大更新的动力。我们下一季再见吧，兄弟们 ，See ya。